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两边都是不对的。我示范是给你们看。是烤肉达人。这还不对。这个是虾子，虾子的用壳保护起来的时候，我们虾子大家都知道，你要越快的速度把它烤熟是越好吃。对，你速度越慢是越不好吃。所以你记住一件事，虾子有时候我们要去肠泥。对，对不对？你可以先开背。开背。我刚刚就是你从这个地方吧，你从这个地方把它切进去。切进去之后呢，记住哦。你的竹串怎么串呢？从虾子的尾端这个部分，对，哦，你串进去的时候呢，沿着它的肚子，因为你不能，它已经开背了。如果你没有沿着它的肚子串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烤到竹串会断掉。所以你就怎么样，从这个地方你把它进去，进去就沿着肚子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它的竹串就在那膜里面，并没有凸出来。你串得好快，就马上就是，对不对？然后到了。顶端的时候，虾子这边都有个这个顶端，这个头，对不对？竹签就是拉到这个顶端，勾住这个头，这样子它又直。那你在烤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会开。哦，那是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它烤熟了？好不好？下一回合，来，可来。下一个回合，实在串串乐要串的是丸子串。那丸子要怎么样串才可以烤出来又弹性又好吃？现在开始，请串丸子。好吃。我从来不烤丸子，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你用的肉身挡着，哎，好哎，小心手，小心手，好，那我就那个串好就拿起来哦，嗯，小心手，小心手，哦，好优秀，你是个好妈妈，是，没有，是真的很好，是真的很好，啊，记得他刚刚讲那个啊，对对，我知道，可以，可以，可以，不要那个，哎，六，可以，可以，五，哦，好棒，四，三，二，一，零，耶，好舒服啊，请把你们两边的肉串全部都。拿上来，好优秀，救命！是不是我们多好看？好，获胜的是 B 组。啊！谢谢你，对对对，我有差吗？是男人就要这样吃，差很多。这样子啊，没有漏到那个竹串啊，我也没漏到啊。其实呢 ，B 组也不是完全对。哎，又来了，对，不要这么开心。我示范给你们看好了哦，不要这样一个一个串，麻烦你把它排好。对，一个拍好之后，你就把它放进去，一个串进去，两个串进去，三个串进去，然后四个串进去，是不是好了 ？OK。对，可是这个是你们现在对的地方，但是还是不够，就是嘞，在上面记得画刀。哎，我们有画刀，哎，我们有啊，我们有画刀，对，可是没有画刀啊，所以其实应该是一半一半对啊。画刀，这样扯平。来，画刀，五十五十，你不对。因为你是不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画刀，我有看到。可是你的圆状太大，你画刀，你看哦，我这画刀画出来的时候，我事实上里面都变得很薄。是，加油！第三阶段，来，可兰麻烦你。好，实在串串乐第三个阶段要串的是香菇串。那香菇要怎么样串才可以烤出鲜美又多汁的香菇？请开始串香菇。就这样子。好啊，认真一点哈，赶快得分好不好？拜托哦，你超棒的。九，只要一串，你知道只要一串，有点棒啊！五、四、三、二、一，好，十一豆，请拿起来。而且我正面那边他看不到后面。好，我来看一下哈。哎呦，可是看到了，里面有这个。哦。对啦，我都看出来，再长长，再挤一点就可以了。OK 的啦，不错，就这样子。你看，你看两个指头怎么了？好，他手指头是怎么？是什么意思？是他的线，很好意思。这一组嘞，这个阶段获胜的是 B 队。耶！哇，到赢到尾耶！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就是只有把那个喝奇怪的东西可以得奖金之类的？你们啊，只是赢得侥幸。哪有？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串？串的重点在哪边？这样子串的重点，你要画刀的话比较快熟，而且它可以就是你知道刷酱汁的时候比较好吃进去，不是吗？而且也是平面，是不是？对啊，这样子平面的话就不会滚来滚去啦，是不是？母式的。好，我现在先把它的地头切掉，好不好？哦，那没有错，你们所讲的是切开，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菇呢，它本身很会吸水，所以呢，其实你画刀没画刀其实没差。哦。可是重点在哪边呢？我现在把它串起来。好，这个是烤肉台的情况是这样，温度最高的地方在哪里？中间，中间，中间。所以呢，你在烤的时候，如果说你的香菇
前面是小的，后面是大的，前面已经熟了，后面还没熟，所以你一定要前面一定要大的，后面是小的。所以你现在放上去烤的时候呢，才会前面先受热，而且温度比较高，在后面的同时呢，后面烤。真的，我们好 lucky 哦，我们是张闹的。所以这个阶段的比分呢，还是由女生最后。好，请可兰宣布一下这个阶段积分是多少？3-0啦，不需要宣布了。没有，要加上一个阶段。A 组呢是7分 ，B 组是10分，哇，哎，蛮好的呢。香菜猪血糕之，哇，好嗨好嗨，大杯点，这是香菜的。我第一次听到猪血糕可以跟香菜打在一起，好臭，好恶心。米浆，猪血米浆，哎呦，很小口，水饺水饺，不要，哎不要，你帮我放酒啊。好。我不敢，好难吃哦，味道哦，什么东西啊？我宁可什么姜汁、蒜汁都好，这个好沉重哦，好沉重。好了，烤肉归烤肉，我们常常说烤肉会剩下一些食材。现在我们的健康上菜就是要用大家烤肉剩下来的食材来教大家做一道菜，好不好？马上进入我们健康上菜。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般在烤肉的时候，我们都会剩下牛小排，或是但现在是牛小排，有时候可能不可能有片，没有没有没有。只要我们在的话，肉一定不会剩肉。我本来这么认为，可是我们家的量真的很大哦。哎，这也是冰山一角而已。哎，为什么要削这个？因为我们要用柚子皮来做烤肉酱。哦，现在差不多目前是5分熟。哇，肉香味就把它拿起来之后呢，把它往里面这么放。哦，这样下去了。哦，然后再。你让它入味，哇，这个好，哇，好香哦 ，You good, You good， 太香了，可以闻一下它的味道，哇，就是那个柚子香，谁受得了？好想吃哦，飞起来了，飞起来了，把它做成泰式，真的好，哦，那个凉拌很入味耶，烤肉剩余食材大变身，保证清爽够味的柚子烤肉，保证吃过都说赞。